陪着你，重建你的世界。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出事了！这是逼死我，就因为你的这篇报道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杀人犯。你发表，你让我的孩子和老公怎么活？母子关系，我还不如死了。这就是你追求真相的结果吗？如果不是那张照片，我想不到来这里找你。你要拖我到什么时候？对不起，我头红了。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现在的结果就是我的错，因为我的报道，我让别人受了伤害，不管我是对是错，别人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，这个是事实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追求的意义是什么。不要想了，如果现在不知道，就不要去想，你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我一直会在，我请了年假。陪你散散心。你看，这里是不是和十年前都不一样了？十年前，那段时光是我最艰难的，也是我最温暖的一段时光。那是你和追风一起陪我度过。可是，如果这一次，如果我再也恢复不了的话，怎么办？那我会一直在。我一直陪着你。嗯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里以前是废墟，可是现在充满了希望。一座城市都可以重建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是不是？我陪着你，重建你的世界。慢慢来，不着急，不用怕。